一幅礼包多少哦？50哦。50，我们要准备10多个的红包哎！不要不要不要，这个年初一，这个年初二，这个年初三。哎，老公啊，那个 Alan 哦，他家有6个孩子，我觉得包他们一个孩子300 OK 吗？100可以有啦。300可以啦，一年一次而已，新年。这样多？不会啦，这些都是我的钱，不用紧啦，99一次。300哦，一封300，就是6封咯。你准备这边啊，这边还有这边。记得啊，是300啊，你把口等一下放100进去而已啊，太少了啦。哎，老婆，我们一起包红包了。哇，你一封礼包多少哦？50哦。50，哇，你很多钱啊，每一封都给我包50啊。不用包这样多的，包这样多做么？钱难赚呢。是还好啦，全部放这个就好了啦，放0000啊，我们0000一大堆啊，里面你不要包这些钱，不要包这些50，很难赚钱啊，现在这个收起来。包多少的？一封2毛就够了的，哎，有包算很好了啦，2毛。哎呦，你看啊，你看，我们这个月啊花了多少钱啊？你自己看。2毛就够了啦，哎，不用2毛啊，1毛也可以的。1毛，有包算很好了，真的。不好哎、欸。可以了啦，可以了啦，2毛啦，1毛啦。对啊。哎，老公啊，新年要到了哦，我决定要买礼物送给我的朋友。我要送给 Hebe、Selina、Ella、丽红、杰伦、张杰、俊杰、依林。这样多是吗？应该要的吗？你觉得我要买怎样的礼来送给他们呢？应该不用全部都送给哎呦，一定要的，新年嘛，99一次，要送什么嘞？哎哎哎，我最近在这里看到哦，很多礼来呢，你可以在这里选。哦，这个很好哎，哎，我喜欢这个，这个很美。可是这个很贵耶。不用紧啊，哪里会贵？才2000多，我觉得哦，这个、哦、送过去他们一定很喜欢的。你看哦，很大方的，又有燕窝啊，又有哇，又有人参，又有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可以 ，OK OK， 哎，帮我订，来帮我订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老婆，新年要到了嘞，我们要买礼篮给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要买。哇，要买给这样多人啊，这样我们不是要花很多钱？哎呀，一年一次可以啦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太贵了，你知道现在的礼篮哦，一个都几百块哦，我觉得啊，不要，现在的钱真的很难赚，我们静静就好了的，不用一定买的，没有送也没有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耶。不会啦，不要买不要买，太贵了，你算一下那几百块，哇，如果有10个人，哇，我们都要花1000块耶！不能不能不能，我觉得太贵了，这个真的不能做不来。真的吗？不要不要，静静就好，静静就好。你红包准备好了没有？明天哦，我们要去2姨、3姨、4姨、5姨、6姨、7姨、8姨，然后小树啊，还有婆婆啊、阿婆他们的家哎。你要记得、哦、要准备多一点红包，因为2姨那边、哦、他们有大概15个小孩子哎，这样多、哦，对啦，所以要准备多一点啦，要记得红包准备多好过少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哦，等下这个有那个又没有很尴尬的嘞。哎，然后、哦、每一封里面、啊、都要放多一点，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亲戚啊。可以。新年呢就是要祝福他们恭喜发财。哎，老婆，明天我们要去2姨家拜年嘞。2姨家，你知道2姨家很多小孩子吗？10多个哎，我们要准备10多个的红包哎，不要不要不要。我觉得你要去拜年是吗？不如我们去小姨家咯。小姨，因为小姨没有结婚嘛，她一个人嘛，我们又不用包红包，她又没有孩子，她反而要包我们的，我们有豆豆。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喂，哦，你等一下大概几点到？
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啦。你们那边几个人来？哦 ，OK OK， 啊，不用紧，我知道你喜欢吃什么的。你是不是要吃那个最顶级的牛肉 Wagyu 对不对？啊，我知道的。还有嘞，还有嘞，你们要吃什么？我大概要看一下，等下我要几点准备。可以，你叫谁来都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 ，on 的啦，不用紧，不用紧，可以。你要带谁来都可以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OK OK， 没有问题，我马上准备啊。OK， 拜拜。我没有在家 ，Andrew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拜拜啊 ，OK。你老公啊，新年又到了，你买了衣服吗？还没有哎，你？我买了哎，全部都很美，很好看哎，我给你看啊 ，OK。你看哦，这个年初一，这个年初二，这个年初三，这个年初四，这个年初五，我全部买好了哎。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嘞，是不是很美？你买太多了吧？哪里会？里面还有哎，你还要看吗？哈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哎呦，哎，老婆，新年要到了嘞，我们买新衣耶。不用买啦，你知道现在的衣服啊，几贵啊？你买一件啊，哇，都几百块啊！我觉得不要买，不要买，我们都没有出去。可是最少也要一两件啊，不需要啦，新年也是要过，没有新年也是要过，一样的都要过生活，买了新衣又怎样，你在家自己穿自己看，我不用买的啦，这些不用啦，钱省下来 好意头嘛，不需要的啦，不用买不用买，不要浪费钱啊，听我的啦，看新的新哎，老公，今年的新年哦，我要把整间屋子呢改装。OK， 可以吗？要怎改？好，首先呢就是这一幅画哦，因为我觉得太白了，这里你看整个墙壁白白的，没有气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幅画要换去红色，然后呢，它里面要有梅花那种。那天我们看到的呢，那一幅最贵的那一幅嘞。OK OK OK， 还有这里也是哦。我觉得这里呢，我想要整个挂那个红布啊，就是要给它很有那个新年的气氛，还有春联那些一定要买的，这个全部都要买。OK。还有来这边，这个哦 ，sofa 啊，我觉得这个 sofa 哦，我们要换了的，因为你看灰灰的、暗暗灰灰这样子的，好像不是太好啦。我觉得 sofa 我们要选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，一定很有新年气氛的。哎，老婆。新年要到了，我们要布置我们的家，好像要整个精美哦，挂灯笼啊，要不要？你要买这样多东西呀、啊？嗯，你这些全部要买啊？很美啊！美，不用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的啊，你等一下啊。啊，这个红包封哦。嗯。你这个红包很好用的，我跟你讲，年年年年年年年有多少封？这边里面有六封，你可以年年年拿都可以的，就很美好的。不用灯笼咩？灯笼直接挂很美耶，直接用红包封就可以了啦，又省钱又美又有新年气氛。哎，老公啊，嗯，等下二姨他们哦会来拜年嘞，几点啊？他讲大概两三点这样子会到吧。哎，要记得哦，他的家有很多很多人的嘞，他的孩子哦，总共有十多个哎，所以哦，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吃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当然准备好了啦，我做事情你放心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去看我买什么。OK OK。好，来来来，看，
他们要吃什么都有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喜欢吃的嘞。还有，如果要喝什么水哦，这边啊，有可乐，可乐，有 yogurt， 有 yogurt， 我还准备燕窝给他们呢。听说他们的婆婆公公都有来，所以呢，我办事啊，你放心。哎，老婆，等下二姨他们要来我们家拜年呢，我先出去买东西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买什么？家里都有一点东西吃，随随便便吃就好了啦，不要浪费钱啦，买什么买？很多钱啊，不用买啦。不好意思，也没有东西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哎，对哎，那个冰厨的那个肉干哦，收起来，因为哦，他孩子好厉害吃肉干呐、啊。哦，放起来啊，去收起来。还有啊，那个燕窝啊，放起来，不然呢，是被他们吃完了，我要吃的嘞。放起来。恭喜恭喜！我在这里祝大家幸福美满、平平安安。那我在这里呢，祝大家牛年呢身体健康，牛年行大运。哎，记得喽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。